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火的一款运动水壶，好吧？看着这个外观，一个精美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自带一个卡子，一个手提环，方便出去旅游啊、游玩啊，方便携带。然后呢，一个弹跳的一个设计，也是一样，要这里滑下来，按压式打开，把自带一个吸挂。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内部的一个设计，316不锈钢的一个内挡材质，比较高档。